各位台东的乡亲朋友大家好，台东税务局在九月份要提醒我们乡亲好朋友，在九月二十二号之前呢，记得提出适用住宅用地的优惠税率的申请。那因为今年九月二十二号刚好是礼拜天，所以就顺延到九月二十三号截止。适用住宅用地的这个优惠税率非常优惠哦，它税率只有千分之二，如果你忘记申请，它就是千分之十起算哦。那全国呢，自己本人、配偶跟未成年子女，全国只有一处。那这个都市计划内的土地是三百平方公尺，非都市计划的土地有七百平方公尺哦。那希望你带着你的身份证的资料、户口名簿的资料，还有你所属的这个土地的地号跟建号，可以到我们税务局临柜来申请，也可以在家里透过我们税务局的网站、财政部的财税入口网，或下载我们哇东税的 APP。在家就可以申请了，记得今年在九月二十三号之前提出申请哦。那当然，你超过这个时间，你提出申请也可以的，但是只能明年开始适用哦。所以税务局关心您哦，谢谢您。